危险还是说就是本身是不是走路会有危险？然后他们就给人打电话，我就跟说什么这有一个中国女孩，我当时我都麻了，我说怎么办？反正周围还有几个学生，就当地的高中的感觉，就我待会儿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就抓住那几个学生薅着我的胳膊。然后后来他把电话给我，那边是一个女孩，是一个好像是他妹妹，也是一个外国人讲中文的感觉。你好，然后给我练一段中文，他跑不好。干过不到那么奇怪的事情。放第一次出自己同学，放第一次出去都是这么办？第一次有办法怎么放呀？我也行。我真的觉得这些人的